你们可别走神哦。 究竟还要沉默到什么时候？还要继续沉默？ 就算梦想会被现实泯灭，就算被那混蛋人家轻易就看扁，依旧会被看扁。是实却坏地位了，该如何坚定突破自我？打开潘多拉的魔盒，为美。哦，真是非常抱歉，不能如你所愿。善容子。 杀龙子，这样的挫折只配不认。帅气杀龙子要喂。啦啦啦啦啦啦。 心情舒畅啊！